在的人。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于我的记忆。不认识啊，林格。好久不见啊。回来就好。回来有什么好的呀？好就是好啊。见了，到时可不要装不认识我哦。是不是又得走了？要等了第一才能去，实在太贵了。外面下雨了。称呼您吧。我老林吧。老林。很高兴你能回来，谢谢你陪我过生日。客气什么呀，下回你也陪我过呗。快点来人啊，救命，快快快快救救他。来放下。没事，不认识我了。你谁啊？你谁啊？站住。害怕？我伤害你了。你变成这样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？现在没有身份了，以后怎么办啊？时空与维度的变化消耗了巨大的能量，所以你才会变老。而你穿越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被抹去了所有关于山在起的。虽然呢你比赛没拿第一，但是你非常有天赋，所以老师我呢替你申请了慈善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。谢谢你帮我们。不用看。大夫，如果他醒了一定要马上打给我。好的。You don't belong to this world. Fate again. Otherwise everything will become tragic. 来了，咱们就结婚吧。启动了手表，回到了意外发生之前。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，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。他咋变这么老？因为秋千的生命早该结束在18岁那年，是他把时间给了他。我不该再出现，打扰他已经平静的生活。原来他能过得更好。衰老，我开始想把这一切记下来，好让自己不要忘记。我是来演出的，今天是最后一场，可惜我失误了。你什么？真的好羡慕这个女孩啊，有一个这么爱她的人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那个故事。我在一起了，他很快乐，这一次我们约定永不分离。不知道上天还会给我们多少时间，但只有在一起